好，同学们可以听到声音吗？能听到声音吗？可以的哈，OK，那我们等3分钟之后就准时开始上课。OK，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喽。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呢，还是接着昨天的这个课程，接着往后讲啊。昨天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课程的前面啊，这篇文章的前面，2个段落哈。然后，首先是引入了这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堕胎法案的一个争议哈。所以我们学习了一下如何去引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怎么去写这样的一个开头段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探讨了一部分哈，就是如果真的这个堕胎案被推翻了之后的话，那这个女性将会受到什么样的不太公正的一个待遇，或者比较悲惨的一个这个情状会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一段我们学习了一下如何去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接着往后看啊，然后来看一下有这篇文章的后半段哈，后半节有哪一些是比较值得我们提取出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文章里面的啊。我们接着昨天的往后，是在第三段这个位置哈，昨天我们是讲到这里。好，这一段的话呢，其实，大家有预习的话，应该会发现这一段和下一段可能更多的都是起一个过渡衔接的作用哈。他这里说到了，就是，我们的就是最高法院的这9个法官哈，然后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是现在。就是现状哈，6月24号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这个可能了。他们确实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啊，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可能采取一个更缓和的一个态度啊。然后呢，但是这个作者也是比较不太乐观的哈。他说这个现在其实是6比3的一个状态哈，然后最后这个判决也是维持在6比3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所以并不是以前的5比4，就是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的一半一半这样子，一半一半的人是支持堕胎权的一个保护的，然后另外的就是少于一半的人，但只少了一个嘛，然后他可能是反对的，但是。现在的这一个状态就是不太乐观哈，所以说，接下来他给了一个警示，对吧？如果是继续这个样子下去，那其实我们这个法院可能就只能重新再把之前非常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再抛回给了美国的这个普罗大众，然后很有可能会引起来的恶果就是让他自己就是相当于。自掘坟墓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做 "How to Save Supreme Court from Itself" 啊，就如何去自救。然后呢，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恶果就是很有可能会让这个国家进一步加剧国家的一个分化，然后变成两个就是敌对的这个阵营啊。好，这是这一段内容，然后下一段啊，继续再承接着上一段说，对吧？他说到了这个。最高法院它的一个权力其实是 outsized 啊，outsized 这个词其实 size 大家都知道是尺寸大小的意思，对吧？outsized 就说明是太大了，然后不合尺寸，所以是比较带贬义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极大的一个权力，然后这个最高法院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力，其实是源于美国的一个政治体制。啊，美国这个政治体制本身，它可能就是很难去，和解的，很难去折中的啊。所以说，他后面有去描述哈，就是你要在这个众议院，然后这个参议院要能够去，获得，就是可能大多数的一个支持，然后呢，或者是你想要去获得 presidential signature 哈，就是总统的一个签名太过于困难了啊，所以说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哈？在这里去讨论了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政客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这一些具有争议的，比如说像堕胎权这样的一些比较具有争议的话题，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让他去筹措资金哈，fundraise off 啊，然后相当于这就变成了政客一个。操控法庭或者操控整个政治体系的一个手段了，对吧？他就并不想要去真正去为公民解决问题啊，所以说接下来他说到了很多这个 thorniest questions 啊，这个 thorn 这个词蛮形象的，thorn 大家都知道是荆棘的意思，对吧？所以 thorniest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说比较棘手的啊，非常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变暖。哎，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对吧？还有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然后枪支啊，然后以及 abortion 啊，所有的这一些话题，在这一些问题上面，他给到的一个答案是 Congress 啊，我们这个国会其实并没有去反映公众的一个看法。
所以这一段里面，首先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我提出来的哈，就是这个 will 的这个词。这个词其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语境啊。它的英文解释是 to have and use power, authority，所以它要用在非常正式的语境里面啊，它就不能直接和 use 替换了哈。use 就比较万能，用在什么里面都可以，但 wield 我们最好用在比较偏政治的，比如说 wields enormous power within the party 啊，就在党派里面啊、党争啊、政治里面可以去使用到的一个词。啊，然后这里涉及到的一个背景知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仔细读，那个我们讲义哈，handbook 里面的这个内容哈，那个上面我是放了这个完整版本的，就美国的一个政治体制，它为什么会说非常难以达成和解？其实这个也是美国比较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哈，就是它这个完美承袭了启蒙运动这个三权分立哈，孟德斯鸠的这个理论，他就是觉得我这个三权分立就是最好。好的，就是现存的这个整个所有全球来看啊，我的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是最优越的。但是其实这篇文章还蛮讽刺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反而由于三权太过于分立了啊，然后大家好像都是三角形最稳固的一个结构嘛，所以说大家三边都各执一词，然后各个站在自己的这个阵营里面，所以很难去达成一致。啊，所以这个政治体制相关的内容，大家也可以下来仔细去阅读一下哈。一个其实就是总统带领的 executive 这个方面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 legislative 啊，就是立法，所以这个是由国会啊所。这个主要就是说的国会，国会里面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一段说到的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啊，一个是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啊，就我们这样说的众议院，以及 Senate 啊，参议院。啊，这些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人大代表哈，可能也不完全相似，但是就是选出来的公民里面的一些代表哈，去代表公民的意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 Supreme Court 啊，最高法院，然后它是怎么样组成的，以及美国的一个党派。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就是经常这个每次选举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嘛，一个是这个 Republican，对吧？共和党，一个是 Democratic 啊，民主党啊。好，然后接下来这一段里面，我们比较值得我们去研习哈，比较值得我们去提取出来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加上上一段，可能上上段的内容，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个过渡，从哪儿过渡到哪儿呢？这个是从一个比较 specific event，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前面一直在讨论的一个堕胎案啊，就这个堕胎权到底应不应该受到宪法保护这一件事情，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件事情，而到了更加 general 的一个层面啊，就有点这种以小见大。的一个感觉，对吧？就是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事件，到了比较宽泛、比较宏观哈、啊、比较上层概念的一个层面，去探讨了更多跟政治体制相关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来捋一下这个逻辑。从这个文章开头啊，除了第一段哈，从第二段开始，他就说到了这个具体的事件，就是我们收到了一个 leaked draft 啊，一个泄露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拟推翻罗伊案啊，有可能真的是要去推翻这一个案子，那堕胎权在一半的以上的一个州可能就不再受到宪法保护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件事情，然后过渡到了堕胎权它到底应不应该受保护，对吧？稍微宽泛一点点，然后再到美国，哎，这个政府，美国这个整个公众吧，应该是所有的一些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比如说我们前文里面说到的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对吧？这个温室效应，然后全球气候变化，然后同性恋结婚，对吧？枪支是不是应该自由，以及堕胎。啊，引申到了这一些话题，然而这些话题都还算是具体，对吧？都是我们社会上见到的一些现象、一些话题、一些问题。到了最后，说到了 court failure in reflecting public's opinion，
讨论到了这个政治体制上面的问题，就从微观慢慢的过渡到了宏观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点啊，就是如何在文章中去以小见大啊，从一个微观的事件，一个微观具体的非常具象化的事件出发，我们慢慢引申到一个比较宏观层面的讨论啊。当然，这篇文章由于它并不是一个应试的文章哈，它并不是我们真正比如说有同学有考雅思托福的一个需求，那采取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毕竟我们文章字数是有限制的，像雅思托福也就200-300个字，然后大家考其他的一些考试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字数区间，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进行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在拿到一个比较具象、比较微观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拿到一个写作题，它就是一就摆在面前，就是一个很具体、很微观的一件事儿，我们怎么样来立论？怎么样来给论点？其实完全可以去往大了说啊，就是以小见大，我们去把它过渡到更加宏观的层面，引申到更宏观的层面去讨论啊，这个也是我们思考问题，切入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个题目的一个角度啊。因为如果这种太过于具体的题目，我们真的就是老老实实，只是就事论事，只去讨论这个小切片内部的这个内容，可能会觉得思路有一点点受限，可能会有一点局限，因为它已经很具体了，你还能再怎么具体？你再往下延伸，你会觉得这个路已经被你走得很窄了，你很难再往下走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不妨往大了说，推到更宏观的层面，以小见大，去想一想，这个会跟更抽象一点的，然后更上层一点的概念性质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联系？然后我们从这个题目过渡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去讨论，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哈。当然，如果你拿到的一个写作题目它本身就很抽象，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转换一下思路，去往更具象的方向去思考观点。所以大家在考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写作场景中，就是要灵活的去应对。好，所以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吧，我这里是几个就是雅思的考题，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思考，就是怎么样，就是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方法，就是以小见大这个方法，我找的这几个题目都还是蛮具体的啊，所以大家读了题就会发现都比较的具体，而从这个具体的层面出发，我们能够想到哪一些比较抽象的。就是从这个我们可以洞见啊，我们可以就是相当于管中窥豹哈，你能不能够看到更大层面、更上层的一些东西，更宏观的一些东西啊？但是不用去想自己的文章结构啊，或者是你的立场啊什么的，都不用想，都不用关注后面的这个问题，我只是把它列出来了而已哈。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个题目，然后想一想，从这个题目的一个微观层面出发的话，能够和哪一些宏观的概念相连啊？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题目，然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发出来一下啊。第一个题目说的是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哈，就是 some parents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ir children to succeed，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对吧？就是家长可能给小孩过于大的压力，想要让小孩获得成功，所以现在小孩这么卷，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题目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可以去引申到讨论哪一些层面啊，跟教育相关的比较宏观一点的。然后第二个题目也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这个 driverless cars，就是自动驾驶的啊，自动驾驶的一个技术啊。题目说的是，就是对于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你看他已经说到社会了，所以说我们思考观点就是已经必须要从宏观层面出发了。啊，所以这样的自动驾驶技术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对吧？所以从自动驾驶，我们能够引申到什么上面来？啊，然后最后一个广告啊，也是比较具体的。
啊，他说这个广告，可能有比较积极的经济效益，然后呢，有一些人觉得呢，它有比较消极的社会效应啊，因为它会让人们就是感觉到 feel dissatisfied 啊，感觉到不满足，不管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们拥有的这个东西，都感到不满。所以从广告层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刷一个小红书，可能看到人均百万、年薪百万，人均都在开保时捷，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一些广告还比较消极的一些广告，我们能够引申出来的有什么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三个题目，我们可以做什么样比较宏观的引申？啊，大家想好了就可以发在讨论框里面哈，中文、英文都可以，不用去管立场啊、观点啊这些，我们就看一下如何去以小见大，从一个小事件出发，怎么到一个宏观的议题上面。嗯，这个很好，他说到了社会阶级的一个问题。嗯，通过孩子实现阶级的跃迁啊，可以，你可以说是一个 social mobility 啊，社会的一个流动性，就是阶级之间它到底能不能够实现这种跨越，对吧？很好，很好，这个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抽象的。好，第二个同学说的是教育制度，嗯，很好，很好。啊，你可以扯到这个教育制度上面，然后传统的价值观念，科技革命，嗯，科技革命可以啊，它对于，但是可以稍微在科技革命有点太大了哈，稍微有点走的有点稍微远了一点点，如果要真正展开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展开哈，所以可以想一想科技革命再具体一丢丢呢。啊，然后第三个，嗯，认知偏差，嗯，很好啊，就是这个广告可能潜移默化的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了啊，嗯，这个很好。然后下一位同学说的是，可以从广告谈社会导向，对对对，减肥，对对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身材焦虑嘛，容貌焦虑，对吧？还有大家的一种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啊，感觉到生活没有希望，别人都过得这么好，我感觉我永远都不能过得这么好，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会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哈。好，我看下一个同学说的哈，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过于功利化，嗯，这个可以啊，社会的一个就是太过于注重这个考试啊，第二个科技发展的利弊。嗯，可以扯到科技上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是市场监管哈，嗯，也可以啊。然后成功幸福人生的定义，哎，这个挺好的，哎，这个角度还蛮好的哈。讨论一下这个，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成功哈？然后科技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嗯，以及商业发展的利弊，嗯，可以讨论到商业，讨论到经济层面啊。然后，下一位同学说的是事故责任的归属。嗯，哎，这个角度真的很好诶，哎，哎，这个之前我有跟我的就是雅思的学生，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也有同学说过这个哈，就是这是一个道德的一个空，不是道德哈，法律上的一个空白，真的是，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它出了事儿，那谁来担这个责任，对吧？我们很难去做界定哈。好，然后看下一位同学的，人口多资源少，嗯，这个很好，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嘛，啊，第二个人工智能对 AI 吗？说到这个哈，它到底是好是坏啊？我之前还看到一个研究是说，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哈，我也不敢
就是很绝对的说，是说有一个国家的研究 AI 的说，它已经拥有意识了。那这个就真的有点恐怖了，因为我们人就是拥有意识，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意识 consciousness 的，对吧？它是从哪来的？但如果 AI 也拥有了的话，那可能以后会有点恐怖哈。然后第三个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这个也很好哈，非常好，大家的这个思考的角度都蛮好的。好，还有同学想分享一下吗？都很好哈，很值得去学习的。还有同学说家长望子成龙啊，对，内卷嘛，很好哈，就是说到这个社会发展竞争太过于激烈了哈，第二个，也是说到了 AI，AI 确实是个双刃剑，对吧？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便利，另外一方面，万一 AI 真的统治了社会，统治了地球，还是有点恐怖的哈。第三个就是广告的对商业价值啊，扯到这个商业层面。第三个是媒体对于公众情绪的引导。对，你可以说媒体对于我们的意见啊，我们的观点啊，是不是真的有一种洗脑的一个效果哈？是不是正在 PUA 我们？这个也是可以谈一谈的啊。好，还有同学想分享一下吗？好，没有的话，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啊，我就没有说这个，就是具体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什么的，我就只是就是从这个小的事情，然后引到大的事情上面来哈。所以第一个我说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度竞争，可能就是影射了我们的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丛林法则嘛。就是以前就是这种适者生存，对吧？达尔文的这个理论里面是这样说的，但那个是在原始社会。但很讽刺的是，我们现代社会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现在这个内卷这种加剧，也是 survival of the fit。对吧？所以说这个丛林法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层面，可以去探讨一下的哈。但是我觉得其他同学说的这一些也非常好啊，非常适合放在这儿。然后第二个，我可能跟大家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然后我想讨论的是，就是劳动怎么说，就是一个劳动力的一个分配吧。对，就是劳动的一个分配到底，有了这样的无人驾驶了之后，那比如说我们的滴滴，然后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他就可能就会面临失业的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社会的劳动力分配是不是要重新洗牌啊？所以但这只是一个小角度而已。我觉得刚刚有个同学说，是哪位同学来着？J 的同学好像是，对，他说这个法律这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点哈，蛮有争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找的点是跟大家差不多哈，就是消费主义洗脑嘛。对吧？媒体洗脑啊，这些都行哈、啊。就是这种奢侈品，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就借债哈、啊，负债，然后就为了买一个包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这到底是不是消费主义给我们设置的一个陷阱？这个是可以去讨论讨论的，对吧？但还有同学说到像容貌焦虑、身材焦虑这一方面也是可以的，就是广告所设定出来的这种审美观。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接受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待考量的啊。所以这一个练习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在思考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困囿于就是这个题目给到我们的一个小很窄小的一个层面。尤其是我这里找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很具体的题目，当然我们会遇到比较宏观的题目，那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思考方法。但如果我们遇到的题目，它就是这么的具体。如果我们真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切片里面去展开，可能真的会有一点受限，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走到死胡同里面，有点走不下去啊。而且特别是像这种题目，它已经让你去讨论跟社会层面相关的，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拉到大处去说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我们怎么样以小见大，如果能够去扯到像我们刚刚同学们说到的这一些比较宏观、比较抽象的层面，其实肯定在内容上，肯定在论证上面是比较加分的。不管你是考哪一种类型的考试，是语言类的，还是比如说学校的一个入学考试，都还是比较加分的，因为这个可以体现出你思考
的一个深度嘛，啊，好，所以这是这一段内容啊，我们过渡到下一段，有同学问的问题哈，如果用以小见大的方式论述，可以放主体段的部分，第一段提出论点，啊，这样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啊，你说的这个结构是 OK 的。但是只是你要看情况。如果你是考试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第一段提出论点哈，如果考试也是 OK 的，一共4段嘛，对，也是可以的。考试就是控制好，一般就是我们都是4段式或者5段式啊。考试的话，如果不是考试的话，那这样的结构完全是 OK 的啊，而且甚至我们。有些时候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比如说第一句主题句，然后后面支持句，对吧？我们也可以由 specific 到 general 嘛，不一定一定要遵循由 general 到 specific 嘛，只是 general 到 specific 这样的一个写法哈，它更适用于考试。但是我们在其他场景的写作中，其实有一个自由度的，可以再去选择一下的。好，OK，没有其他问题了哈。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啊，说到的这个继续再说这个，再骂他，哈哈，说这个 by their dereliction 啊，就是如果这个立法者他们玩忽职守啊，不去做该做的事情，那可能就会把这一个决定权交到了法官的手上，然后呢？由于这个，然后因此，法官的一个这里的这个 confirmation，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的哈，这个会涉及到一个算是一个例。也不是历史背景哈，政治背景哈。Confirmation 我们一般觉得是一个确定、确认，对吧？但其实在这一个语境里面，它是任命的意思啊，就是任命大法官。任命大法官，我们刚刚那个，哎呦，我们刚刚哪一篇来着？这儿就说到的哈，就是这儿，我们大法官都是谁任命的？都是总统任命的。啊，所以说它是有一个背景知识的一个相关性的哈，所以大法官的一个任命，它其实就变成了，这个就是几方角力哈，几方去争夺的一个点了啊。好，然后他这里引用了这个特朗普，对吧？他之前就大家都知道他行事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嘛，对吧？所以说他就说我一定要去任命这种法官，那就是要去推翻罗伊案。啊，所以这一个他都敢这样说，也就说明这个司法的独立性真的是在美国被瓦解了，对吧？就是他都敢直接这个样子说，把自己的政见强加在里面，就是我选的法官一定要是反对罗伊案的，那我们怎么再去这个相信他的一个公正呢？对吧？我们再怎么再去相信他的一个独立呢？啊，所以所有的这一些。就政治上的这种勾心斗角这一些事情，政客的这一些勾当哈，然后其实是给了法院非常大的压力啊，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的内容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我挑出来的是这个 sway 这个词哈。sway 这个词，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它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哈，所以它动词名词是同形的。如果是名词的话，就是我这里列出来的这个固定表达，就是 hold sway over 啊，或者是 under one's sway 啊，在谁的支配下，就是支配一个权力嘛。然后呢，如果用作动词，它有这个就是摇摆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倾斜啊，from side to side 啊，也有这个就是说服别人的意思啊，我要去说服别人。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是被动语态啊，比如说 she wasn't swayed，一般我们不会说主动去说服谁哈，我一般会说被谁说服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用法习惯上的问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接下来他就说到了，哎，从上一段转到了谁身上了？转到了这个 conservative American 身上啊，转到了这个保守派身上啊。保守派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也不是很喜欢特朗普啊，但是呢，他们就会觉得 so what。又怎么样了嘛，对吧？他们是肯定是跟这个 liberals 是水火不容的，对吧？他们认为这个 liberal，是就是非常的这个理想主义，对吧？然后他们认为罗伊案呢，也是就是没有好好的去经历我们这个可能
这个辩论啊，各种各样的流程，就是这种粗制滥造的，然后最后就通过了。所以说他们觉得就是需要一个 correction 嘛，对吧？我就是需要去纠正他，你这个罗伊案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就不应该保护妇女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终于到了这个时刻了，对吧？好，然后接下来他说，Even if most Americans favor a compromise，虽然说大部分的美国人哈，大众是觉得我们最好是能够有一个妥协啊，我们就两方各退一步嘛，然后我们达到一个中立的一个看法啊，然后呢，但是怎么样？他这里说到的是这个 liberal 哈，就是这个自由派的一个观点，认为的是什么？就是，life begins at conception，对吧？自由派的观点肯定是这个保护这个堕胎权的哈。另外一个 belief 看走眼了哈，另外一个 belief 说的是，begins at conception，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小孩就已经拥有人权了，所以还是两方对立的一个观点啊。然后接下来他们说，但是怎么样呢？Judges 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大法官其实是应该根据法律来实施他们的判决的，而不是屈服于公众的一个意见。所以这一整段其实更多的都是去围绕着 conservative 来说的，啊，都是围绕着这些保守派来说的，啊，就作为保守派，他们更多的认为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又来这个争议啊，继续再说这个争议哈。That is surely right，它有一个小小的让步，对吧？然后又反转过来了，这个 solution，他说这个我们以前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法庭啊，这个最高法院，70年之前的一个法院，它的一个解决办法，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建立一个更激进的啊，就不能够越走越远，不能够越错。越是越多，对吧？好，所以说他说这个，当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我们在立法这一个层面哈，没有办法去通过，就是一致的去通过这一个法律，那我们的法院，最高法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职责啊，然后，less justice itself is poisoned。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意象化的一个说法哈，就是以防我们的这个公平啊，我们的那个公正被 poisoned 被下毒啊，相当于被毁害了。所以说，他这里就在讨论这个 court 它到底应该做什么，对吧？所以说，他觉得这个 court 其实他应该知道他是独立的，就算他和公众的意见相悖，他也应该去做对的事情。对吧？但是呢，在真实的一个条件下，他应该要去考虑传统，也要考虑一些先例，也要去干什么？这里点题了，exercise restraint，对吧？也要有所克制啊。他接下来这一句啊，还是比较有这个讽刺效果的啊。他说，如果这个 justices，如果我们的这些大法官，然后呢，去过度使用他们的权力啊，就是这个 cut through legislative knots 啊，就是在中间游走，然后过度的使用自己的权力，极大化的使用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把自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这个 unelected third chamber 的一个终身成员了。这个 unelected third chamber 是什么意思啊？unelected 很明显指的就是这个最高法院，因为刚刚我们说了9个法官都是总统任命的啊，所以说是不是公民选举的？然后呢，我们有几个院？美国有几个院？其实就2个院嘛，众议院、参议院，对吧？所以哪来的第三个？他就变成了第三个啊。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很有可能会去干扰我们的立法。啊，他其实应该是起一个仲裁者的一个角色，他不应该去过度的使用、滥用自己的权力去干扰立法。啊，好，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表达，就是 "lest" 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词不是特别的熟悉哈，不像刚刚那个 "will" 的呀、"sway" 呀，大家或多或少的见过哈，这一个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生僻哈，但是完全是我们可以在写作中去使用的一个词汇，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式，也非常 literary 啊，非常文学的一个词汇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
In order to prevent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啊，就是以防某事的发生，就是我们原文里面说的，以防就是我们的公平，我们的公正被 poison 被下毒了啊，所以这里例句也是这个意思哈。He gripped his brother's arm，啊，他抓着他这个哥哥的一个手臂，以防他被 trampled by the mob，以防他被这个暴徒给践踏，给踩在脚底下哈。所以这里是一个以防的意思，而且有没有发现这里其实是用了一个虚拟语气，对吧？这也是等一下我想跟大家这个讨论一下的，就是这个虚拟语气的一个用法哈。所以这个词是要用到虚拟语气的啊，相当于省略掉了那个 should 啊。好，然后第二个用法呢，说的是 to introduce the reason for the particular emotion mentioned。啊，比如说 she was afraid lest she had revealed too much，啊，就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哈，害怕她揭露太多，所以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以防啊，以防某事的发生啊。好，然后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条件句啊，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虚拟语气哈？其实因为平常我在这个有些时候改作文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同学在学术的文章里面去使用虚拟语气，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啊。为什么不合适？我们来讨论一下哈。这一篇文章其实使用的不是虚拟语气，它使用的就是一个主将从现的一个条件句嘛。对吧？他就是说，如果他们继续这个样子下去的话，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对吧？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条件，这样的真实条件在我们的行文里面是不违和的，是可以用的啊。大家在自己的讨论过程中，你想要去用假设的一个方式，对吧？比如说现在其实并没有出现这样情况，但是我想要提醒你，如果你继续这个样子下去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会很惨，那你用这个 if 条件句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里涉及到，就是我们这个条件句它到底有几种，其实比较适合用在议论文或者说明文，就是学术文章里面的，就是前面这两种，一个是叫做 zero conditional，就是你看从句用的是一般现在时，对吧？主句用的也是一般现在时，这个主要强调什么呢？就是客观世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的这个水到达了100度，那它就一定会沸腾嘛，对吧？这个是一个不容置否的概念啊，不会因为人力啊，不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意志受到改变哈，有任何的摇摆。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经常去用的，就是我们想强调这个条件啊，就 If I have enough money, I will buy some new shoes。如果我有的话，我就会去买什么什么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强调条件，比如说像这篇文章里面想要去强调这个条件啊，这一个真实的一个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说这个，就算这一个是我们假设的。啊，假设会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完全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first conditional 来起一个警示作用的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写这种假设，用到这儿就可以了，就是从句用现在时，主句用将来时就可以了。而虚拟语气真的是没有必要去使用的，为什么？因为一旦你用了 second 或者是 third conditional，那就是虚假的东西了，就是它的意味是什么呢？比如说，if she were rich, she would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啊，我的从句用过去时，然后主句用 would do 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一句暗含的语气是什么？就是他没钱，他很穷，他想说如果他有钱的话就好了。所以说，其实表示的就是一个和现实条件相反的一个情况了，它不是一个虚假的情况，明白了吗？所以大家可能在用虚拟语气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所以它假设的是和现在相反的一个情况。你想一想，在你自己写这些议论文啊、说明文的过程中，真的需要去用到这样的情况吗？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很少吧，应该。啊，更不要说 third conditional，假设一个和过去相反的情况，啊，比如说 if we had taken a taxi，如果我们当时打了车，那我们可能就不会错过这个飞机了。那
现实情况是什么？我们当时没打车嘛，所以我们错过了飞机嘛，明白了吧？所以说 second 和 third conditional 大家真的是要慎用，它表示的是和现实情况相反的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唯一一个语境哈，就是环保类的啊。比如说我们昨天刚好讨论到了那个保护野生动物，对吧？啊，不是野生动物，还是所有的动物。还有就是保护环境，你可以说，如果我们当时真的是比较的谨慎，去保护了环境，我们现在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境地了，啊，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是我想特别要去说一下的啊，这个虚拟语气的一个使用，建议大家在不管是在考试还是在写论文的这种场景中，最好都不要去用啊，因为它这个语气真的很不适合客观的学术的讨论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最后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要重点去讲的这个因果论证的一个部分了啊。到这一个地方啊，这个文章讨论到这一个地方，就开始比较强烈的去叙述，如果真的法院真的这样做了，去推翻了罗伊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啊？他已经说清楚了，是 bad outcomes 啊。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段讲了什么样的恶果。啊，首先第一个，the justices might find their judgments ignored，啊，就他们的这一个他们的判断可能就是不受重视，啊，然后紧接着继续往下，an American where the rule of law was weakened，啊，就是法律它被削弱了，那整个美国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怎么样呢？less free。啊，就不那么自由，也更加的怎么样了？dysfunctional，啊，就更加的，就是整个运作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顺畅。然后继续往后，if the court loses its ability to be the decider of the last resort，啊，就如果它并不是最后一个最后做决定啊，就最后没有办法，最后求助他最后做决定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我们对于他的一个希望就会落空。对吧？The role asked of it，在这个2000，然后2020啊，在选举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他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怎么样呢？Settle disputes peacefully，啊，去解决争端，啊，解决各方的这个争端，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就会失去了，我们这个希望就会落空啊。所以讨论清楚了第一个后果，对吧？啊，首先。Judgments ignored，然后美国会变得 less free and more dysfunctional，啊，然后整个 court 会 loses its ability to settle disputes peacefully，啊，一环扣一环的，通过因果论证，主要强调什么？主要强调结果的一个方式，把我的第一个 outcome 讲清楚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outcome，第二个说什么呢？If In the name of conservatism, the justices just start tearing up precedents. 啊，precedents 这里是什么？就是先例啊，就是这个先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罗伊案嘛，对吧？就是他开始撕毁罗伊案啊，反水，对吧？那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比较强烈的政治上的压力去干嘛？去 remake the court。啊，然后 packing it is a terrible idea。packing 这个词，大家可以再看一看，课件里面的这个内容哈，就是改造，就是包装这个法庭哈，反正这是一个不好的，相当于让一个党派就是过度的，就是去控制这一个法庭，那最高法院肯定就会越来越失去它的一个司法独立性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个 terrible idea and currently a fringe position in the Democratic Party，就是民主党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一件事儿的啊，这一个场景的。但是如果哎，这个法院向右派倾斜，右派是什么？右派，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哈。右派其实就是保守派嘛，啊，往保守派倾斜。那如果真的是民主党派的哈，就是这种左派的，总统上场的话啊，就是就职的话，比如说在2024年就职，那他其实非常难以管理这样的一个法院啊，很难去干嘛，去驯服 tame a body
对吧？In which a third of the justices 啊，有可能三分之一的这个法官，可能都是被 nominated and confirmed by a president and senators who represented a minority of Americans 啊，它代表的只是美国少数的利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这个民主党根本难以控制。好，such proposals would be at issue even while the court had to rule on the outcome of the vote。啊，就这一些问题一定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争端。啊，所以这一段我们来梳理一下它的一个逻辑，对吧？他说到了，就是如果他们开始撕毁先例，对吧？开始反水，那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要去干嘛？Remake the court。然后接下来这个 remake the court 这件事情，我接着往后啊，在旧信息的基础之上叠加新的信息，对吧？这是一个 terrible idea 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他给了一个具体的讨论来解释他到底有多么的不好，对吧？就是如果一个民主党派的这个总统上台，那他会非常难控制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现在这样的一个法庭，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都不受他的约束，可能都是站在他的一个对立面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恶果，啊，好，这里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词汇，就是这个 fringe 这个词啊，fringe 这个词它可以指比较具体的就是边缘。啊，比如说城市和乡村的边缘，或者是社会的一个边缘，也可以指，哎，这个，比如说党派啊，或者是人的这种群体啊，所以说它可以指具象的，也可以指抽象的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看具体的语境来使用啊，所以也可以叫做，比如说这种 fringe meeting at the party conference。啊，就这种边缘情况。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图表哈，然后基本上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什么是 left，什么是 right 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左派和右派。左派一般来说，你看 anarchy 无政府，对吧？communism 我们共产主义，socialism 对吧？社会主义，liberalism 啊，自由主义，所以是比较偏向自由那一方的。而右派一般是你看 conservative 对吧？monarchism。这个君主派，然后 Nazis 这个纳粹哈，然后 fascism 啊，这一些就是比较保守的啊，所以基本上左边就是比较自由激进，右边就是比较陈腐保守的啊，你可以大概去这样来划分，但是具体的情况要具体讨论啊。所以美国的左右派一般来说，右派就是这个共和党啊，左派一般来说我们说的就是民主党啊。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后果，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第三个后果，然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这个因果论证啊。第三个后果是什么呢？美国红蓝阵营的一个分化会加深啊。美国这个红蓝阵营，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是，一般来说倾向于共和党的哈，一般来说我们会被会把它称为红色州啊，而如果倾向于民主党的，一般会称为蓝色州啊。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摇摆不定的，我们经常会听说 swing state，对吧？那它就会是一个战场州哈，或者是紫色州啊，就是红蓝混合的颜色哈。所以红蓝真的是出 CP 哈，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好，所以其实也就是在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个分化会加深，对吧？所以这一段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的一个讨论哈。他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联邦的一个政，这个整个系统，就是说每一个州啊，它都有一个完全的自主裁决的权利，但是呢，它和欧盟又不一样，它是还是一个国家，欧盟是很多个国家。但美国它只是一个国家，所以说如果州和州之间的法律差异变得这么的分化，那分化到什么？分化到你在加州是不能够有枪的，然后呢，你在加州是可以有枪的，然后呢，但是你在德州，你的这个同性恋就不能够结婚，就是只是这两个州可能距离也不算太远，但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两种生活方式，那这种情况就会过于分化啊。而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去搬嘛，对吧？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
这样的一个条件下，an America where almost everyone in one state，就可能一个州所有的人都是支持共和党的，然后另外一个州所有的人都是支持民主党的，那我这个国家怎么统一，对吧？这样的这种 state bound in such an arrangement would hardly be united at all 啊，就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再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了。它可能就真的是非常的分裂了，对吧？所以这一段的一个逻辑也很清楚啊。他说，这个美国的每一个州有自己的一个裁决权，从这里出发，对吧？然后开始说，如果我州和州之间本来就是这么自由了，那州和州之间如果律法还这么的不一样啊，像这个通过了之后，有些州可以堕胎，有些州不能堕胎。对吧？律法如此的不一样，那最后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个州可能全是支持这个 Republican 的，另外一个州全是支持 Democratic 的，导致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hardly be united at all。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想我们要说的一个因果论证的一个方式。刚刚那三段我们分析的这三段都是用因果的一个方式来展开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更强调最后的一个结果啊。因果论证这一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逻辑论证方法，但是你要把它写好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啊，因为你需要做到一个完整的。就你整个因果链是要完整，就逻辑层面不要有任何的疏漏，也不要有任何的跳脱，不然真正呈现给到考官，他永远会觉得你中间漏了一些东西，永远会觉得你没把这件事情说明白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两个段落啊，就是一个段落是比较着眼于原因，另一个段落是比较着眼于结果。啊，我们这篇文章之外，我们再来看两个比较典型，还写的比较规整的，用因果的一个方式展开的两个段落，我们最后再来总结如何去写这个因果论证。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段落。啊，他说的是这个新干线，对吧？日本的这个新干线这一段是着眼于这个原因的。啊，他说什么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 cluster after cluster of farmhouses。啊，就是聚集啊，一群一群的一些农屋啊，然后呢是被这个农田啊、水稻田给环绕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啊，这样的一个 particular pattern 其实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由于什么呢？而是由于 technology peculiar 啊，就是我们在种植这个水稻的时候的一个 technology 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一句话是不是提到了 growing of rice？所以接下来下一句，我们继续从 growing of rice 出发啊，重复 growing of rice 这一个点，然后从它出发说什么呢？我要去种水稻是需要有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n irrigation system，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灌溉系统啊，这一个灌溉系统怎么样？需要 many hands to build。需要很多人去修啊，然后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the planting and harvesting of rice，我们去种水稻，我们去收割水稻，我们只能够在什么样条件下很高效的完成，就是 cooperation 啊，就是可能要20或者20个以上的人，就要这么多人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说，the bottom line 啊，底线就是什么呢？A single family working alone，就是一个家庭自己工作，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产出足够多的水稻的，只有大家合作在一块儿才可以。所以，因此到最后，回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 Japanese，它一定需要去 work together，一定需要去合作。而且，no matter what the forces of disagreement or social disintegration，社会如何解体，那我都一定要去合作才能够 survive 啊。所以这就是去强调原因的一个方式去写这一个因果论证
去挖它的一个原因，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们是聚集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是合作的一个关系，是由于什么？是由于种植水稻的技术，它是要求很多人才，是要求一个比较特别的灌溉系统，对吧？然后这个灌溉系统又需要很多人，所以说我们最后种水稻需要很多人。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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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铺开，把最后的这个原因给挖了出来。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如何去挖结果，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消费主义，就这个二战之后战后的一个消费主义，它怎么样啊？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习惯于一些 material rewards 一些实际的，就是这种物质上的一些 rewards，那 desires for leisure time were eroded 他们其实这个不需要 leisure time，不需要时间，就需要这一些物质所以因此 they increasingly look to consumption to give satisfaction 他们想要去消费引入到了消费这个概念，让消费能够给他们带来满足感，甚至给他们带来生活的意义然后接下来，in both the workplace and the home，不管是在家，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在家庭里面，progress has repeatedly translated into more goods and services。就我们永远是想要去有更多的商品，有更多的服务，而不想要更多的时间。Employers 雇主 channel productivity increases into additional income 然后 housewives 一个是雇主做了一件什么事儿，然后家庭主妇怎么样？Use the labor-saving appliances to produce more goods and services 然后最后说到 consumerism 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消费主义。把我们给困住了，给我们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陷阱，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这种 good life，就是这一些 goods，这些 services 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让我们去争相竞争、模仿或者就是在社会的一个压力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广告那个给我们造成，比如说容貌焦虑这一些东西。然后 work and spend has become a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powerful syndrome。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类似一个症状的一件事情。我工作了，我就花；工作了，我就花。我不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就工作，我就赚钱，赚钱，赚钱，然后我就消费，消费，消费。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syndrome，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症候群。然后 a seamless web 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可能。天衣无缝的一个网然后让我们 keep choosing without even meaning to 就推着我们往前进，就不停的去消费，这个就是消费主义给我们造成的一个陷阱所以这一段也是通过一环一环一环的一个逻辑，对吧？刚刚我们在分析的一个过程中，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物质的享受，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想要通过消费去获取这样物质的享受。然后那雇主就让我们更多的去，去卖力，对吧？去干活，然后去赚钱。然后呢，家庭主妇也开始去用这种 labor saving appliances 然后去给到更多的 goods and services。到了最后，消费主义就让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怪圈，推着我们去消费。这就是消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陷阱了。吧，所以通过刚刚所有的就是不管是强调结果的，还是强调原因的因果论证，我们最后总结下来，我们在写因果论证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一定要做到的是链条，就是因果链。链条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一环扣一环。所以说，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由我们的因果链最好是由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不管你写多长，你可以继续无休止的往下写，但是你一定要保证是一环扣一环，不要出现中间的跳脱和跳跃，明白了吗？就是不要从 A 直接跳到 C，而中间没有任何，没有一个 B 把它连接起来，也不要怎么样
A 到 B 完事儿了，C 到 D 完事儿了，可能 E 到 F 完事儿了，而不去注重 A、B 和 C 之间要有联系，D 和 E 之间也要有联系，这样一环扣一环才是一个比较规整的逻辑链。所以说，在这一个逻辑链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是需要去做 referencing 的。Referencing 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好多指代词，像什么 it、that、these、those，这些都是既可以帮助我们，不管是在意义层面还是在形式层面，都能够让我们的逻辑能够衔接的比较恰当的，衔接在一块儿的。啊，因为我在提到上文的信息，说明了我是从上文出发的，我是从旧信息过渡到新信息。对吧？我由 A 过渡到了 B，由 B 再过渡到了 C，而不是说中间出现了脱节的情况，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害怕会重复上文的内容，我们在做这个因果链，要让它扣在一块儿，不可避免就是要重复的。但是我可以不用重复原词啊，我完全可以用指代词嘛，对吧？这样既可以让我达到意义上的衔接，也可以让我达到形式上的衔接。啊，最后一个写因果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就是 connectives，就是中间的连接词，因果的连接词，每一个链条都可以去怼进去连接词，尤其是如果你是有考试需求啊，如果是有考试需求，那这个会更加分，明白了吧？所以说，通过我们文章的这最后这三段啊，以及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两段，我们基本上是能够去把握如何去写因果论证的。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吧。啊，哦，时间都差不多到了，可能要稍微耽误一点时间哈。我们来看一个题目，也是来思考一下这个因果链啊。这个题目说的是 cost of living 啊，生活成本的一个上升。然后你要去讨论的是它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选个人也可以，选社会也可以。可以去思考一下如何用因果的一个方式去展开。大家也是想好了之后，可以直接写在这个评论框里面哈，讨论框里面，中文、英文都行啊。像一个因果链，不限长度哈，长也行，短也行，但是你最短至少也得有个 A、B、C 吧，哈，也得有个 A 到 B 到 C 啊。大家想一想，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会如何影响个人，然后如何影响社会？嗯，有同学说，导致得多花钱、多赚钱，有了内卷。嗯，对，这个因果链 OK 哈。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存的钱变少，生活变得很拮据，不敢结婚生、养娃啊，老龄化。哎，这个也很好，这个确实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现状，对吧？没人生孩子，因为确实成本太高了啊。不管是你结婚、买车买房，还是养一个小孩儿，对吧？慢慢的造成我们社会人口结构的一个问题，啊，很好，还有其他同学吗？其他同学有想到其他的思路吗？生活成本高，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生活，强调，更多时间工作，强调物质，失去了精神生活。对对对对，
然后就变得很机械化了，对，就真的变成了一个螺丝钉了，赚钱的机器哈。好，大家的这个思路都挺好的，还有吗？没有同学要分享了吗？好，那我们就继续哈，我们抓紧点时间，已经有点超时了哈。好，这个是我写的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这个课件我等一下会传到群里面，所以大家还可以再细看一下哈。我是把两个结合在一块儿的哈，一个是对于个人来说，跟刚刚那个 Agnes 同学比较像哈。哦，还有一个同学写了，社会生活成本上升，促使自我提升，整体社会良性发展。哎，这也挺好的，就是正向的卷嘛，对吧？就不要这个消极的卷啊。这里我写的是，一个是对于这个我们的财政压力过大，对吧？所以说导致我们的可支配收入变少。啊，所以我们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去赚钱，对吧？Financial return，然后导致我们，哎，跟刚刚那个 Agnes 同学比较像哈，就是精神生活变少了哈，所以说这一个其实最终对于我们的这个精神啊 mental well being 是有一个消极影响的，而对于社会来说哈，这个生活成本过高，可能我们需要去想方设法的去 cover 我们的 expenses 啊，就是让我们这个支出和这个收入能够平衡，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哈，比如说 desperate，这里用到了文章里面用这个条件句嘛，对吧？假设一个条件哈，如果大家就是太过于这个绝望了哈，没办法了，那可能最后只能找一些就是不合法的方法去赚钱，然后最后导致影响我们社会的一个治安啊，导致 social order 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也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这样写下来。所以大家只要把握住了这样一环扣一环的一个方式，中间不出现任何的跳跃，那基本上就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然后也是比较加分的一个因果论证了。啊，所以说在论证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因果的方式展开，确实是非常，就是感觉非常理性的一个论述哈，很容易能够去就是支持，就是赢得你读者的一个支持啊。好，接下来我们快速把最后两段过一过哈。最后两段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可行性的解决办法嘛，对吧？他说这个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状况呢，就是能够去寻求一个 compromise。啊，所以这个 quote，我记得留这个预习作业里面有说到，这个 quote 它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它角色是什么呢？就应该是一个 arbiter，对吧？应该是一个仲裁者啊。所以政治上的问题应该是政客来解决，而不应该让法官来解决。啊，所以 that possibility looks awfully distant today。啊，他引用了一个例子，就是爱尔兰，对吧？爱尔兰是最后求到了一个哈，达到了一个 compromise，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妥协的，by creating a citizens assembly 啊，就是我们公民的一个组织啊，然后 that which issued recommendation 啊，他们去给政府做建议啊。最后一句话其实还蛮讽刺的哈，就是用这种讽刺的一个说法在写哈，就是 if only America could rediscover 啊，就是重新拾起来。他们以前的这种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啊，他们在制度上的创新，比如说他们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我们之前也说到，是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但现在他们在慢慢破坏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所以他们需要去 rediscover，对吧？这一个东西，以及 participatory democracy，真正公民参与的民主，而不是由政治上的这种博弈，政客博弈而决定的民主啊，如果美国能够做到这个，那这一些问题可能会被 reopened。好，然后最后一段说到，until then 啊，the court should save itself，点题了，对吧？他们要去自救，怎么样去自救呢？去 restraint 啊，克制自己。然后呢，it should also seek to bolster its own legitimacy 啊，bolster 这个词其实也很好啊，就用在比较积极的语境中哈，它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词啊，improve something or make it stronger
所以它的搭配，它可以和一个人，就是增强一个人的自信、一个人的勇气或者是士气，这些都行哈。或者我们也可以和经济搭配，它有个固定搭配哈，bolster up 啊，bolster up economy。好，然后 Congress is debating an ethics code。Prompted in part by the discovery of 什么什么，这个人的 wife，对吧？这个 Republican activist，他怎么样呢？他想要去 angling 啊，他想要在中间去找一些 angle，本身是角度的意思嘛，对吧？所以他想要去从中啊，这个鬼鬼祟祟的搞一些事情，要去 overturn 哈，要去推翻 election result，要去推翻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选举。啊，rather than wait，已经出现，他给了一个例子，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了的话，那这个 justices 应该去怎么样呢？Impose a code on themselves，对吧？他们自己就应该去有所这个限制嘛，对吧？While they are at it，they should announce term limits，他们需要有任期的一个期限。Some new members，对吧？我们应该去有新鲜的这个血液出现。所以他们应该自我克制，他们应该维持他们这样的一个民主性，有新鲜的这个血液进来，而不要让以前的就一直当道啊。好，然后呢，最后他还是有一点点灰心的哈，他说 "That is a lot asking a lot of them" 啊，这可能这个最后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但如果他们能够比较，就是现在比较的。明智啊，比较克制自己，不要去滥用自己的职权，那可能美国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最后两段其实更多的是在讲解决办法。当然，这个解决办法只是作者提的，真正美国法院采不采纳，那就另说了，对吧？现在现实就是根本就没有采纳嘛，对吧？好，所以我们最后回到整篇文章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把整篇文章讨论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啊，一个 controversial topic 怎么样去引入，这个是大家可以再去回顾的内容。另外呢，就是怎么样用理性的方法和感性的方法去进行论证，去赢取你的读者的信任啊，去说服你的读者，以及刚刚我们讲到的如何用因果的一个方式来展开我们的一个段落，大家可以下来再好好去读一读文章的最后，文章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三段哈，就那个 three outcomes 那三段，以及我给到的例子里面的那两段哈，一个讲那个日本的，一个讲消费主义的啊，大家可以再回过头来去分析分析。去理一理这个逻辑链是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展开的啊，然后，希望大家在这个作业里面哈，可以去用一下我们课上讲到的一些方法，然后用一下我们课上讲到一些词汇啊。好，今天我们就不继续耽误时间了哈，已经拖得有一点点长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不管是这个。写作里面的问题，还是这篇文章里面的问题，都可以下周一答疑的时候统一说啊。好，那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哟啊。好，谢谢大家。好，拜拜。那我就把这个直播关掉了哈。